好了，可以了，来试吃，快点，自己烤自己吃。哦，这谁烤的？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我烤的已经有一股奶香味。小佑已经来了，然后阿布也开掉了。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小活动，就是待会我要烤肉给大家吃。听说今天的酱料非常的厉害，是阿酱烧烤的烤酱，就是我上次在月世界那个影片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结尾，我有去他们的店，然后我有说他们的鸡翅非常好吃，所以今天就是冲着他的烤酱来，然后烤肉来给大家吃。如果大家对他们东西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他们店，我会把他们的相关资讯秀在这边。然后他们东西呢都是现炸，然后再去烤的，好吃哦。那我要去吃鸡翅了，吃完鸡翅再去钓虾。好 ，Go。啊，你钓的怎么样？我刚开始接而已，你先烤真吃啊。不然等一下你会拉到不要手很酸。好的吗？那时候轻轻的拉起来就好。今天点一下，点一下。不能暴力啊、哦。你是平常多喜欢暴力？我很暴力。Girl 今天的神酱就是这个啊，还有糖浆，所以要先沾糖浆都可以啦，因为这随你去调配，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酱料，然后味道就是跟外面就不一样嘛。因为有些人南部口味的话，他爱吃甜。对，现在已经是开始在沾那个酱泡了。他们都在用。哦，哎，干，真的很热哎，我可以晚上再拍吗？好热，放进去啊，这是粗的，放进去。我最喜欢粗的。啊那个是不是小佑？对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小佑？对啊，小佑哎，刚刚看到小佑了，又神呢，又神。奇怪，这一招玩了两年还不腻呢哦。哎呦，你这是用喷的、喔？没有，这是瓦泥，把它洗掉就好。哦，好奇妙哦，那下次我也来玩一下好了，我用到一毛。Later. 干，我一直打不起来呀，为什么呀？打不起来，阿哲，干！骂完干才起来啊！往左边打，往右边打，就是我正打都打不起来啊！我轻轻的啊。一直都有打到，可是就是起不来。Nope。我觉得我今天要翻十个白眼，我不止十个，我不知道打几次都要翻几次这样。Nope。就点到啊，但是就起不来啊。2000 years later。哦，好香。阿布特意煮的，阿布形容一下这个是什么？初恋的滋味。这个是什么？麻辣臭豆腐。麻辣臭豆腐。
嗯，好辣哦、喔。会吗？你是跟我说以你的辣度下去做吗？对，那我的辣度。阿布很会耶，阿布的料理真的很厉害。我吃过最厉害的料理就是阿布的。对，我的肉，我的大腿肉，这个烤熟之后再加烤酱吧。其实我享受的不是烤肉，我享受的是人跟人之间聚在一起的心灵感受，跟朋友聚在一起啊，吃喝玩讲干话，多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很多年没烤肉了，其实我还蛮喜欢烤东西的，就是我很喜欢下厨料理，我平常在家里也会自己煮东西，从小就学了啦，就是会煮饭会下厨，可是要像阿布这种厉害还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干，可是他已经腌过了，我这样会不会太浅了？可是我看大家烤起来都太干哎，肉烤起来太干就不好吃哎。它的糖水好香哦，我要加了哦。老板干过啊，看会不会这样太甜了？好了，可以了，来试吃，快点，来啊来，我烤好了。可以试吗？可以。有熟吗？有啦，来吃吃看。啊，老塞不关我的事哦。太甜了，不会太甜，我觉得还好啊。咻，太大了，对啊，一直飞过去是嘞，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啊，没办法，那个风一直往右边飞，脸都白白的，你还好吗？很好剪啊，而且我煎得很嫩，好不？敢不吃就打死你们。刚好。刚好，好吃啊、喔。撒超多，刚好。啊，那我知道，那我知道，等一下我继续撒。撒到我粪便也都变白色的时候就刚好。自己烤自己吃。哦，这谁烤的？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刚烤的已经有一股奶香味。我们又开掉了，今天各种摸鱼，刚刚把位置让给其他想要钓的人玩一下，然后刚刚他们玩完了，现在我又回来，这已经是最后一场了吧？他们一直有号，啊，我都没有号。叮咚叮咚，哎，我的浮标怎么样了？所以明天毛虾呢？为什么它没有沉下去？我不知道，树哥调的啊，但我完全没有看到半点讯号啊。有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很奇怪，它讯号好奇怪哦。重点是我不知道它在干嘛、啊。那我现在是要用蹭虾的意思吗？状况我哎呦干打到我外面。5 minutes later， 你想睡觉觉了吗？爱你哦，啾咪，爱你。哎呦好可爱哦，哎呦他说爱你超可爱的。啊，下一个绳子，没有跟镜头说嗨。我被蒙了一下，青都融化了。好，走，继续去钓虾虾。哎，你钓起来了没？四只哦。啊，所以你看得懂吗？所以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要拖它来沉。拖它哦，你说要带哦？不然我的浮标都不像大家一样会沉下去哦。No。没有。这什么号啊？这号不是直直的下去的，也不是左右边下去的，打不起来啊！到底有没有号啊？跨博啊，心好累。刚刚用树哥的线组不习惯，现在换回自己的，看会不会比较顺一点点，或被水泡带下去。他刚刚那
一颗熏汤真的怪怪，我换这个之后比较顺。讯号就是有讯号，它有微讯，然后你在戴的时候它会沉下去，这样。今天是摸鱼的800斤，下一次就是900斤了。反正就是每年的中秋节都会有活动嘛，都是这样子，那个800斤，然后每个小时80斤，从中午12点放到晚上10点，然后可以钓到12点这样。那个叫做全台湾最狂放虾法，应该没有别间敢这样子做了吧。开心的一天，当然最开心的还是看到久违的朋友们。这种共同的兴趣，自不在钓虾，自在跟朋友。好啦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小铃铛开起来，下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